酒店是那边走来，然后这里就有拿拉亚，然后还有市区。正在过正马路。这里就有一个地铁站。哇，番薯蛋。你要吃吗？我那个是炸的。还有水果。还有什么大梅？还有很多，大梅那边有卖的。哈哈哈哈哦，对面是那个 Enquartier 啊，很大的商 shopping mall 美的。哇，好多蜜蜂，我怕。可是很多早餐啊。嗯。哇，我觉得这个好像很好吃。那、啊、来这个跟这个，来走走看一下，再回来。后面还有一个。哦。这是什么？小米粉。还有鸡饭哦，它这有小饭。我觉得好厉害，它那个包着的包是什么？他们的经济饭。那早餐很多的咯。烧烤鱼圆，是鱼圆吗？是粥丸。这是炒什么？那个鸡蛋的肉，我跟你讲啊，煎鸡蛋配饭。哦。很多水果。哎，你看那个很多那个鸡蛋包的一个东西。会吃的，比较会吃的东西。他这个啊，泡咖啡啊，他自己。然后喝他的咖啡。怎么样？我觉得去喝看他的咖啡。你要纸哦。哇，我看不懂。啊，看不懂。看不懂。早饭到哪里了？不要拿那个，不要那个。哎，这个没有福建龙龟甲。猪脚饭。哪会有猪脚饭呢？我想买回去吃。看下鸡饭，水煮鸡饭50。对呀，我想吃这个饭，嗯，这个，这个，哎，这种，这种，嗯，那我就打这个 ，OK， 哇，很分量哦，很重哦，多多。鸡蛋我要拿，哇，这个比较紧。哎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比较好吃，还是这个？都可以啊，看你喜欢。这个啦，这个它至少没有辣椒。啊，水啊，我想浇，可是我不是会浇。纸一下。哈？用纸哦。像奶茶是什么版型？差。差嘛，我不会讲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差。太牛逼啊！啊，会呀、啊！啊，好厉害！
泰国早餐。哦，你看这个，满满的料，还有泰蜜滴。对面就是这个 shopping mall Aquarium， 然后这里就是地铁站过去了。欢迎来到妹妹乱乱讲。哎，我是大妹，我是小妹。对，今天我们昨天啊，应该是昨天入住了一晚的 Mercure Bangkok 的其中一间啊。So， 小妹有什么感想？感想是隔音不好。说，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在房间嘛，然后突然间听到嘣嘣声了。哦 ，OK， 我们知道是什么声音了，是隔壁的扎斯电话，他的那个插头插进去之后，咣，然后拔出来的时候又咣，哇，很明显，感觉上好像人家在敲你的门一样。啊，听得很清楚。那你外面好像有人走过，然后还有听到那种泰语的那个讲话声。对。隔音是比较逊色一点的。Overall 来讲，房间都是很新，因为他说三年开张，我们撇除到那两年疫情没有人入住，所以是算开场差不多一年而已，所以大部分都是很新一下的他的东西。然后你觉得冲凉他的那个水呀 ，OK 吗？超级好，超级好啊，很不错，大，这水也是很够，非常够那种，它水真的是很给。我们住25楼也是蛮高的，可是它的水泵上来是还蛮，泵上来还是从上面泵下来水变那东西，就是水力很够味。它水要 OK 的，它的泵不错，所以 OK 啊，冲一个热水澡。只是我要讲说，它的热水也好，有时候冷，有时候太热啊。它变来变去，身体变成你要巧一下，我不可能有时候 OK 啦，还是将就一下，不然这水绝对是热的。不错。床也是很好睡，是因为它够高，它够高，真的很够高。是 ，so， 因为高的比较高的，它整个床是比较好睡。只是枕头就软一点。它 over 咯，它的地点好，它 service 好，它的那个有 security 也是蛮好。它的隔壁就是 7-Eleven， 不能舔的，这种是。然后地铁也是。在附近吗？它 7-Eleven 的概念就是说，我们住25楼嘛，下去 lobby 蹬一个圈就到了。蹬一个圈呢、啊，就是走隔壁吧。走隔壁哦，就是走隔壁，左边就到了的。好，我们有拍啊。对。然后出去外面走，刚才我们出去外面走大街，想要去看有没有当地的泰国食物。是有的，你走出去吧，就可以看到。是方便，然后对面那伙过那个 BTS 的站内哈，就是一个那个很出名的商场，叫 M Quartier， 应该是这样念吧。然后前面130米就是到你的地铁站，所以其实你很累也好，都是 OK 的，因为很靠近地铁。而且是在青色线哦。因为泰国你住的话是建议选那个青色线的，因为青色线是有包括那些香嘛。然后摩机啊那些全部都很方便转站的那些全部，所以是可以建议是住这里，他们的设计也是很时尚。然后他的保安也是很不错，你一定要递你的 access card 你才能上楼，要不然的话你上不到了，所以他的保安的方面说的不错，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能上来。对，因为如果即使人家混进来你的地铁，他去不到你的那一楼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保安不错，而且很新，地点好。还有什么要补充？
没有补充了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吃一个糕点。对，很美，要给你们看一下，看就好了哈。要给你们看哦，它的糕点真的是很美。给我们看这个。Chada。嗯。我们在那个 Icon Shop 那边买的。对。看啊。哇，是什么？来。很精致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的糕点，很特别。OK， 是，OK 了，就到妹妹乱乱讲，就到这边。好啦，下视频见，拜拜。